快，姐妹的聚会要迟到了。今天的美丽登场交给你了，小意思。美丽的妆容容不得半点马虎，我想一整天都不补妆。妆容就是要持久的美丽，还有口红，这可是点睛之笔。质地和色泽都很适合你，还喜欢恰到好处的 bling bling。美丽还不是质感，有你在，选择从不出错。Follow Viva，Follow me。